黄美珍小姐，带来歌曲《赢过人生》。你好，哎、美珍姐，你好，麦克风要拿起来用哦，拿起来用啊，台语不叫拿起来用，拿起来讲啦，拿起来用，什么弄主要，拿起来用，不要做动作。凤池那边有看到你，凤池，圣罗亚。哦，是是是是是，哎呦，开心开心，哎呦，这这里唱我就 IQ 就好诶。哎呀，哎呀，有 power 啊。对啊，看起来个子小小的，我想不到那个唱歌咣的。主公大。你嘛是用主公唱歌的吼？我是主公唱歌的啦。啊，你是用丁丁的主公。隔壁而已，免得计较啦。真正卖计较。对呀、啊，真的很厉害哦，谢谢唱得很棒哎。对呀、啊，对对对，你喜欢谭诗琳的歌哦？嗯，对。
好棒哦。嗯，哎，伊个歌讲起来嘛，无介好唱啦。嗯，对啊，要挑战。嗯，老师在那里，我都会怕，我都有唱错了。不是老师在那里，我真的。没啦，你都是叫你进步，你行就好啊。对啊，今天老师有来啊。哦，老师，你刚刚应该先躲到厕所。你今天有来啊？这样不行啊，这样才能进步啦。唱歌的时候老师没来，今天来我真的。哦，不会，但是表现得非常好哦。加油啦，哎，期待你再来哦。谢谢。